王子啊，上一集我哋介绍咗咁多手球嘅基本资讯同埋规则俾大家，咁今集咧我哋就唔好讲咁多啦，直接开波啦。咁我哋又唔好咁心急住，手球比赛嘅节奏非常之快噶，而且好讲求合作性，好多时候我哋都要同队友去组织唔同嘅攻防战术，所以个人基本功啊好重要噶。不如我哋快啲教大家先啦。好啊，咁我哋开波之前，我哋就教啲手球基本嘅动作俾大家先啦。咁跟我哋嚟啦。传球同接球系手球运动最重要嘅基本动作，亦系构成手球运动不可缺少嘅动作。肩上传球是比赛中最常用和最主要的一种传球方法，除了肩上传球之外，还有侧传等的传球方式。传球那时，手球触碰到膝盖以下位置视为犯规。手球的拍波运球动作类似篮球的运球方式，但是要注意保持掌心向地。根据手球规则，运球时不可以翻手或者将手球停留在手掌之中。手球拍球只可以从球的最高点垂直往下拍。除了守门员处于己方禁区范围之内，所有球员持球时最多可以移动三步，所以射门时球员会充分利用助跑来增加射门的球速，以及移动到适当的射门位置。超过三步就视为犯规。射门是手球运动的中心技术，亦都是进攻入面的最后步骤。手球的射门动作多以跳跃射门为主，如果射门前脚踏球门区界线就视为犯规，得分亦会无效。防守球员移动至有利位置，适当地利用身体和借助手臂阻挠对方进攻。运球时急停，跨步至防守球员身边，制造较大的射门空间。守门员为了及时封挡，不同方向射向球门的球会保持能随时向任何方向快速移动的姿势。我哋打手球比赛嘅时候，成日都会讲到一啲手球术语，唔知大家又知唔知系咩意思呢？离球三公尺，即系防守嘅球员要离开发球嘅球员三米 ；kicking 就即系长区入边嘅球员膝头以下掂到个波，咁就属于犯规，咁发球权就会俾一对面队。两分钟，即系球员有不君子行为嘅时候咧，就会俾裁判示意退场两分钟。七公尺，即系手球嘅罚球，就好似足球嘅十二码。不过个距离咧，距离龙门就系七米。自由球即系防守球员防守成功之后，裁判就会示意进攻嘅球员有一个自由球，咁就喺犯规嘅位置开波。手球咁刺激好玩，如果大家想决心继续打落去，有冇啲咩比赛可以俾大家参加噶？有噶，手球喺本地同国际都有好多唔同嘅比赛，咁各位手球运动员都可以用呢个嚟做目标噶。手球在本地和国际上都有不少赛事，例如本地有香港手球联赛、香港手球公开赛和全港青少年手球分龄赛。香港队会代表出战亚洲男女子手球锦标赛、国际手球联会挑战杯等等。手球在世界顶级赛事当然不少得奥运和亚运会，另外还有世界男女子手球锦标赛和亚洲男女子手球锦标赛。除了大家常见以硬地作为球场的手球之外，亦都有沙滩手球项目。比赛有香港沙滩手球公开赛、香港沙滩手球邀请赛等等。看完这条片，相信大家都对手球这项运动有更多的认识。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更多运动的资讯，就记得留意康文署的网页啦。